乡千里之路，就算前方有多么辛苦，也要全力以赴，尽情挥洒冲刺的汗水，路上有我陪，那是那番肩并脚尖，压力眼，提起装备，站起来，我们一起向前。现场这么多球迷呢，现场支持我们虎踞龙战胜恶龙，我们继续来帮我们虎豹悍将来。